宝宝多大呀？哥哥十号。那我们差一天。你明白的。他奶奶，他那个好不好？带回放学那个很好。我吃 crackers。那个真的很可爱。我在家里吗？啊，在家里。没有带，带回国中国去。哈哈，舍得哈，啊，是不舍得。你们家宝宝是混血宝宝吧？嗯，我是混血。像他爸爸，像好看啊，我头发像白白的，眼睛像你吧？眼睛特像他爹，可能我们俩眼睛比较像。我妈一说一看那眼睛啊，就知道是不是像他爸爸。我们这个一看就知道看不对。第一个都像爸爸。Have you been to the pool yet? Last week was so hot. Thank you.
好多啲球仔拎埋俾佢哋玩。我全部捡回来呢。你去踢。